复之权利。好，我们重来。轮回之外，宿命之中。哦，要放冰的哦。好，打见血身障。见识领域。必死。见识领域。请奉神识。OK。见识领域。好，这样子比较好一点。换气声何须？然后方云打他。好，触发天赋哈，走这里。OK， 暴击。好，曹信伟。好，完成。成就，三成就。这样比较好。蝼蚁之辈。OK， 三成就。果然这个还是比较好，这个完美，这个超完美的，超级完美。好，推荐给各位。方云可以练，可以练，可以练紫风玄机都可以啊，紫风玄机都可以。不过因为你练紫风的玄机，他就没办法再行动。因为方宇的天赋是只要击杀敌人之后可以再行动，所以我是用这个偷吃步的方式过的哦。好，就这样。